妈妈给大象拍呢。大象的鼻子可真长啊！哦，你看 Richie， 不会搞笑啊！你看，你看大象的鼻子超级长。好，你们慢慢注意一下子。他想回他的家了，来来来。他家那块有好多草，对，他走路。嗯。乐乐，我们走吧，乐乐，好不好？拜拜。乐乐，大家拜拜。